相信很多人看到铅笔的时候，应该都会有这样的疑惑：铅笔究竟是如何制作的？铅笔芯究竟是如何塞到木头里的呢？这就要了解铅笔的制作过程了。用您发财的小手，长按点赞五秒，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。首先要制作笔芯，铅笔芯所用到的材料包括石墨粉、白色粘土粉和水。将所有准备好的材料全部倒入机器，经过一系列的打磨和定型之后，出现在眼前的是一个石墨柱，然后再放入机器进行挤压。随着机器工作，一条条细细的铅笔芯就这样被吐出来了。接下来拿去晒干、切割，再放进烤炉中以815摄氏度的高温烘烤，有韧性的铅笔芯就算制作完成了。接下来就要把笔芯放到木材里，将木材切割成板条，通过流水线，在切割齿轮机器的作用下，这些板条被刻出能够放置铅笔芯的沟槽。下一台机器会在沟槽上填入粘浆，粘浆内有特殊溶剂，可以保护铅笔芯在槽内不容易断裂。接下来只需要放入一早准备好的笔芯就可以了。这个过程非常简单，每根笔芯都是有序排列，八根一组，一一被放进木板，经过流水线滑到另一台机器上，盖上另一块木板条，经过上吨重的机器压制一小时，铅笔就算完成了70%。最后一步是将木板上的铅笔切割下来，形状是我们熟悉的六边形。清理一下铅笔表面残留的木屑，上漆贴上品牌标签就可以推向市场了。看过这样的制作流程之后，不知道大家心中的疑惑有没有解开呢？好了，本期到这就结束了，喜欢我们记得点赞、收藏、加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三斗未登场。118 4 88 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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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
都係難揾嘅啦，係啊。